今日咧就可以留意啦，睇翻只携程集团啦。咁啊，依间公司啦，最主要系做乜嘢嘅咧？就系讲紧一啲嘅旅行相关嘅服务啦，包括嗰啲譬如讲紧呢个住宿嗰个预订啊交通服务啊，旅游度假嗰一类系啦。咁啊，或者啲商务嗰啲管理啦，等等系啦。咁由于咧而家憧憬紧即系内地嗰边开始，即系一嚟就全球都系啦嘅经济重启啦，另外就香港同内地通关啦，等等呢啲因素，咁都有机会咧开始有个炒复苏嘅概念嘅。係啦，咁亦都見到近期㗎啦，由大概220蚊到呢啲位啦，開始見到有啲資金流入去啊，咁啊拱緊上去嘅，咁有機會咧試翻之前嗰個頂位啊，大概260蚊到嗰個位置，咁所以咧暫時嚟睇，現價咧可以合243.8到呢啲位置啦，可以考慮買入啦，目標價咧睇翻260蚊嘅。